大家好，我是穷游的似水年华，我现在在湖北啊，这里是五峰土家族自治县，这里是属于湖北的宜昌。车停到这里了，这里的环境呢非常的好，看看这个桥非常的壮观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公共厕所，非常的方便啊。现在呢我得去买点青菜，我要做饭了，没有青菜不行啊，多吃点菜，看看哪里有卖的。刚刚航拍下大家也看到了啊，这个县城的话比较分散，因为它是山嘛，山地。路边有卖水果的，这哪有卖菜的，师傅？卖菜，菜。卖菜啊？对。这菜市场离这多少米呢？远不远？不远吧。不远，不远是吧？啊，这就这也有卖菜的，2公里是有吧？要走2公里，来回4公里了。那差不多。这附近那个店里没有卖菜的是吧？这个山被挖掉了一半啊，上面的话是那个加油站，还有一些商店。他跟我说这个小区下面有卖菜的，我随便买一点点就行了。那我的车就停在这里啊，看过去就是这下面小河流水，非常的好，今天的太阳也非常的好。今天呢没有骑电动车，想走一走啊，整天坐在那里，动一动吧，走一走。这前面就是隧道了，都是小山啊，但是就是这种小山阻挡着县城的发展，高低不平。这里有个超市，咱们进去看一看。其实在这里也挺好的，它是一片一片的，你看这个住宅区啊，这里是平的，但是这里就是山了，它就没办法发展了，然后再过去又有房子了，就绿化特别好。看看买点什么，我就买这个菜，5块钱，4.8块，还是买这个油麦菜吧，油麦菜好吃一点。我就没有什么需要的了啊，车上都有。好的，在超市啊，把这菜给洗一洗，回去就不用洗了。不到3块钱，2块多，这高高兴兴的回去做饭了啊，朋友们，今天做个米饭。我车里有肉啊，有肉，还得把烤肉带上，有肉。吃肉，吃米饭，吃青菜。高高兴兴回家去。我是回车里去啊，不是回家去。车就是我的家嘛。那也没错，高高兴兴回家去。看看，就这么一点米，吃一顿就行了。下顿吃新鲜的米。煮饭。9分钟啊，10分钟。刚刚出超市的时候说，我车里有肉啊，就是这个肉，梅菜扣肉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样的。这里面呢有梅菜，还有黄豆，这白的是油啊。把它反过来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这个肉也挺多的啊，梅菜扣肉，热一下。单吃这个菜太油了啊，
把这个菜给放进去，这样的话就刚刚好。再看看我的米饭，没气了，哇，非常好啊。虽然米有点硬，水放少了，不过也熟了，吃着。有肉有青菜，看这肉非常大。好吃，一个罐头，一个青菜，然后再一点米，就给我两顿吃了。又拿了个啤酒，反正今天也不走了。来，朋友们，来，哇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朋友们。我先吃着，吃完再说，很吃肉。吃完饭躺在床上了，睡一会儿啊。看外边多好的云，睡了，现在5点多了，睡半个小时再起来。一眨眼天都黑了，下去看看，睡了1个多小时，非常的亮堂啊，这里真的好亮啊，确实亮，确实亮。那边的小区也挺亮的，上面有几个灯，那都是路啊，那上面还有人住，真的好亮。朋友们，这个视频最开始的时候航拍在那个河道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往前走的时候呢，一根电线横在那里啊，差点撞上去，撞上去的话那就掉到河里了，那说白了那就找不到了啊，顺着河水可能会飘走。所以呢，低空航拍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啊，低空航拍真的是非常危险。上次这个无人机呢也是掉下来一次，还没有撞到电线啊，应该是高压线，在高压线的边上游走，可能是受什么干扰了，直接就掉下来了，这次是差点撞到。我们在航拍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稍微阴暗的环境啊，你像今天是晴天，我找那个阴的地方，然后眼睛一定要看清楚啊，把这屏幕调到最亮，差点撞上去啊，然后我看到那个屏幕上有一根线，就是我手机上有根线，我就赶紧往回拉。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吧。